区区魍魉，竟能闯进边界，守备满九境。 谁让你离开城寨的？你走得那么匆忙，落了东西。爹，无论如何，你都不应该出城犯险。你明知道我想和你一起斩妖除魔。老大，放开他！你的血肉更加香甜。容易，还我女儿！来，献出你的一切，死吧！不如我在你面前，慢慢把她吃了。你在哪里？他若有一丝思想，我会要你千万别后悔。妖孽，绝不能留。